动物园。上山机场，河台湾。
饮料我知道不行，我说如果有必要可以喝水吗？你不知道啊？对啊，我说如果说没有必要不要。尽量可以。站跟站的距离太近了。
就你说飞机的时候，还有他是醒着还是睡着？在月台进站列车休息中载客服务，请改搭下一班往向山的列车。二月台列车往象山，晚间去象山。